陈校长，诸位同修大德，诸位同道，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学习老法师啊，对一条龙的开示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老人家说团结宗教他来做我们弟子也从中去体会学佛是面对境界。要清楚，目前在家庭的缘分，我应该做哪些事最适合、最重要？轻重缓急呀，这是我们。在学习经教，包含学习老法师的教导我们说目贤当木其心，我们在老人家的这一段开示当中，可以体会到。他做人做事的心境，我们就能从这个心境呢，用在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当中。就能一即一切呀。比方说，面对境界清楚。那什么时候要清楚呢？老人家知道，我现在哪一个工作我来做最重要，也最适合。那代表老人家在所有的境界，他心里都是有主宰的。怎么应对？进退那我们假如体会到这个心境了，那我们拉回来自己身上那我现在面对家庭，我清不清楚？我面对我自己当前的工作，甚至在弘法的团体。我自己呀，目前的因缘最适合做什么？最急迫要做什么？学佛呢，就是学觉呀，在哪里觉？在每一个当下的境界要觉。像老法师说了。有人做，我们不一定要做了，随喜功德就好了。没有人做又很重要的，再难我都做。这就是一个面对事情进退的准绳但是我们也有观察。在因缘当中，一条龙我先做的，那就有可能着在我先做所以佛法难在哪？难在面对一切境界不产生分别执着。
这个是最关键的了。啊，因为之前有引到啊，孔子有说啊，老者戒之在德。啊，随着遇到的事情多了，都落在心上，啊，他就容易啊，患得患失了。所以，假如啊，不是对自己的念头啊，有很高度的警觉。啊，其实不知不觉，产生哪些执着点，有时候自己不清楚啊。啊，但是老祖宗又给了我们一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哦，那比方我们听过这句话。这句话对我们的人生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去请教旁观者，请教他人？除非我们已经在一切境界当中了，我们不会产生执着了。啊，我们具体举。比方说，哎，我今天当妈妈了，在当妈妈的这个境缘呢，会不会产生执着？哎，对自己的儿女情执会不会提起来、增长？哦，所以这个会不会修很重要啊！啊，老和尚常常问啊，你会吗？那会。就是老法师讲经啊，提的次数最多的，其中一句啊，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哎，我们产生情执了，产生对孩子的牵挂那就随着自己孩子的这个缘。自己有一些执着在上升了，那会修啊，面对孩子就是菩萨道；不会修呢，面对孩子就是执着增长的增上缘。会不会修啊？我们常常说天壤之别。但是却是在一念之间，啊，不执着了，那舍离一切执着啊，成就无量功德啊！哇，你把范仲淹培养出来了，哦，那这个功德不好算呢，啊，你以这个教你的儿女的功德回向极乐世界往生呢，因为这个世间往后啊。会有很多人因为你的孩子而得到利益，他会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啊，他会用一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啊，因为你已经教会他，念念要替人考虑了，那你的孩子每天都在积功累德啊。可是他的功德里面呢，父母记第一功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哎，印光祖师讲，啊，组织家庭的人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哎，把孩子教好，奉献社会。哦，那这句话我们也要会听哦。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孩子没有教好啊，他自私的话呢，哦，那他会造很多业哦。我们也有因果责任哦。
所以我们古人的制度啊，也都把因果展现出来哦，都有因果的。啊，《中庸》里面讲了。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这很有味道啊！啊，这个父亲当大夫，可是他的儿子才是个读书人，啊，他死的时候葬他用大夫，但是以后祭祀啊，只用读书人祭祀他，因为他留给世间的不是一个大夫，是一个读书人。哎呀，这个光是祭祀啊，很有味道啊。哦，包含古代举荐人啊。啊，你举荐的人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举荐的人记功，因为是他的功劳啊，这是眼前看得到的哦，还有看不到的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啊，历史当中很有名的管鲍之交啊。鲍叔牙推荐管仲，啊，结果齐国大治啊，不止影响了齐国，影响了天下。啊，孔子赞叹管仲啊，啊，未以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啊！没有管仲啊，可能我们华夏之邦啊，就被夷狄给占领了。现在就没有华夏的文明了，所以谁是头功啊？鲍叔牙是头功啊！所以在《史记》里面写到了，鲍叔牙后代十几世啊，都是齐国的大夫，很有福报啊！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哦，所以啊，我们在当下的境缘，我们要会修啊，在家庭里面当父母是菩萨道啊，当太太。当丈夫也是菩萨道啊，哎，都是用真诚慈悲在对待啊。啊，在团体当中，啊，自己是领导也是菩萨道，啊，甚至于是下属也是菩萨道啊。哦，我们也看到，卫灵公当时候有一个臣子叫史鱼啊，《论语》里面有赞叹他，啊，邦有道如此，邦无道如此，他非常正直啊。啊，死的时候还想着我要劝谏国君卫灵公啊，用贤德的蘧伯玉啊，啊，交代他的儿子不能把他的棺木啊放在正厅，他觉得对不起国家，啊，放在窗户底下就好了。哦，所以卫灵公一进来很生气啊，你这个不孝子，怎么把你父亲的棺木乱放啊？啊，他儿子回答，这是我父亲临终特别交代我的。哦，你看这个臣子的至诚呢，啊，触动国君的善根呢，啊。啊，就罢黜了糜子瑕这个佞臣，啊，又再次启用蘧伯玉了。
哦，所以五轮是大道啊，啊，都在修菩萨道啊，啊，所以为什么应祖说敦伦敬分，贤邪纯诚，幸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老法师怕我们不够重视应祖这16个字啊，啊，所以他老人家加了。敦伦敬分是大道，贤邪纯诚，一个人的德恨在哪里？展现功夫啊，念头处啊，所以贤邪纯诚是大德啊，啊，信愿念佛是大行啊，求生净土是大果啊。老人家加这几句话下去啊，我们对这16个字啊更加重视了。啊，所以老法师随时在教学当中，能够洞察到哪些是重点，啊，而且学生有没有重视这些重点？假如学生没有重视这个重点，他又如何善巧的来提醒呢？啊，他在讲经，会提醒；他在写墨宝，也在提醒。他自己，啊，比方说静修捷要报恩坛，啊，黄念祖老居士开示的，这个很重要啊。他老人家带头听，啊，随时都放在兜里面放。让大家重视啊，黄老这个教诲太殊胜圆满了啊！所以老法师从事教化一生呢，我们也都要看懂他教化的善巧、慈悲、纯心在哪里我们看得懂，才学得到啊。甚至我们看得懂，才能跟他配合得好啊！啊，假如看不懂他老人家的教化，很可能我们还扯他后腿啊！啊，现在团体道场也有可能出现呢。哎，每个人都说老法师说什么，但是意见不一样。哎，要成就一个缘分呢，见合同解很重要所以都要能理解老人家的考虑在哪，这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什么时候不攀缘？啊，什么时候要积极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没有定法，得看着办呢。所以东方的学问强调的是悟性啊，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其实即问之学，自己也受用不了啊！而且记得越多，越障碍悟性啊！因为真心一法不立呀，结果我们死记一大堆东西。哦，我们看前面跟大家提到了，老法师。经教很通达，可是他不讲经，或者没有人问他问题，他心清净啊，人家一问，随问随答。哎，这是我们跟随的善知识，我们也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境，这个目标啊。
啊，老人家是开示，真心应对一切境界，啊，自自然然。所以用真心很重要了。那真心是真诚，清净，那等于我们这个世间呢，要离欲生正念呢，这个贪欲要放下，清净心才能够慢慢恢复啊。哎，平等啊，不能傲慢，不能高下啊，正觉要用理智，要用智慧，不能感情用事啊，慈悲啊，不能自私自利啊。啊，我们当老师的，只要有心，又跟着老法师学呀。决定能够像《礼记·学记》讲的，善待问者如撞钟啊，《礼记·学记》形容一个教学的人，像撞钟啊，叩之小则小名，叩之大则大名，不叩则不鸣。哎，我们假如不了解个中的这种意境呢，那我们当父母、当老师，不叩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讲的孩子觉得哦，很啰嗦，哦，压力很大。因为当父母、当老师要当到什么？孩子很喜欢来亲近你，不见到你呀，很难过。这个李炳南老师都示范给我们看了当时教江义子老师啊，大专佛学讲座，哎呦，对不起，我得给你请个假有佛学讲座那江老师说，都是学生给老师请假，哪有老师给学生请假的？结果。每个礼拜都能见到老师啊，但这个礼拜老师去大专营了，实在忍不住了跑到慈光，那个教室外面在那探头，被李炳南老师看到了，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还留了一个正中央的位置给他坐，然后一进来。哎呀，你们大家真有福报啊！今天这一位同学来了，我跟你们讲一首诗啊。他假如每天来，我每天都跟你们讲底下鼓掌他不听也得听了最后就扭转了因为他见李炳南老师第一句话，我不跟你学佛，我只跟你学诗。十几岁的孩子嘞。面对一个可能比他爷爷还大的一个长辈嘞，你看，人家李老师一点架子都没有，好啊，要摄受这么有才华的人可不简单了，十几岁得的奖啊，都是大奖啊，术士的天分用艺术来弘法，也是菩萨道啊。江老师也给我们展现的菩萨道孔子圣基土，地狱变相土，西方接引土，现在地藏经都化成画册了，这个尤其度西方人你用画给他看呢，他很喜欢呢，他喜欢艺术啊。那艺术啊，确实也是教化的手段呢。所以跟大家探讨到，你看老人家的每一个心境都是我们的学处了。他面对境界很清楚
那我们学生要会配合啊。啊，哎，宗教团结我来做，讲经说法你们要做啊。其实啊，还让老师讲啊，自己已经是太钝了。还没讲就知道做了，啊，这样老师也可以讲善哉善哉呀。哦，你看人家阿难尊者啊，佛陀还没讲，他就懂得问了。啊啊，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精进，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呢，喜得瞻仰，深悉有心呢。会问的哦，比会讲的可能功德更大哦。看这部《无量寿经》就是被阿难问出来的。哦，哎，那我们在一切共修的因缘，能不能帮大众起问呢？所以啊，像。啊，上一次啊，我们刘老师问了一个问题，有一些老师们一起呀参与了啊，也都啊有一些反响啊，所以就达到一个人提问。而这一个问题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面对的，就在我们的现场啊，那我们就达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啊。所以诸位啊，大德同修啊，世书在哪里啊？无量寿经在哪里啊？就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的一切因缘里面呢。佛法叫不二法门啊。假如世书在书本里，我们该怎么处事待人，还是顺着我们自己，那就是二啦，不是一啦。所以要入佛门叫不二啊。经典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那就入不二法门了。会入不二啊，就会学了；不会入不二啊，学着学着又增长分别跟执着。不分别才是不二啊，一分别就入不了不二了。那分别的念头一直相续，那当然分别执着会增长啊。所以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学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就退了。我们要不是就是每天分别执着减少了，要不就是每天分别执着增加了。那光是我们学经教，学老法师开示，我们会学的话，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老法师上次怎么讲的？可是因缘有没有变呢？变了，我们还执着他之前讲的，那就变执着了。所以佛为什么说，若说我有说法者，即是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意啊。你们有没有被误会过啊？人家在讨论事情，这个某某人说的啊。你在那里，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啊！那时候是那时候的因缘在论事情嘛，现在因缘条件都不一样了，还拿着我的话，
哦，甚至于你的位置蛮高的，人家拿着你的话当令箭所以啊，真正要说服别人呢，不是拿上面压人呐，那个都不懂人情世理了。所以老祖先说我们呢，成事在理不在事啊。你要成就一件事情，啊，有意义的事情啊，在于你做的呢都符合真理呀，符合人情世理，不在事，不是说你的地位、权位很高，你把它压下来，把它办成了，这种事办成了都有副作用啊，事情成了。人心都离散了，向心力没了。有一些人很会办事啊，很真心啊，最后事情没有做成，可是每个人的道心都上来了，做没有成，但是全心全意，让人感动啊。所以不能着相哦，着着要把那个事做成，结果都不体恤所有人，都已经累得肝郁了，舌头两侧都肥大了，还得要吃逍遥丸呢，这个中药还得加味逍遥丸啊。哎，因为执着要把那个事情做成嘛，执着点产生了。一直成病，一执着啊！哎，我们本有这个真心可以体恤每个人的，因为这个执着啊，哇，功能丧失了，哎，不知不觉自己强势也体会不到了，因为当局者迷嘛。哦，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叫这个偷金子的故事啊？哦，你们摇头，那我就比较确定啊。不好意思啊，我功夫不够啊，常常要接不同的频率，早上才分享《无量寿经》，现在一下接回来，刚刚讲了好几句啊，都是刚刚上完课的啊。你们不要以为我很熟，是因为刚好上午刚上完啊，这是因缘的啊。那这个。就有一个故事说到了啊，有一个小偷啊，对金子特别敏锐，好像他要去偷一户人家的金子呢，他就可以感应到金子放在哪里。结果他有一天大白天呢，就到一户大户人家去偷金子，他很快的速度就找到金子了，但是因为大白天呢。大户人家那么多人，一下就把他抓住了，把他带到衙门去了，到了县太爷那里，县太爷一了解情况，有点不解，你怎么大白天到人家家里去偷金子啊？你没看到旁边很多人吗？这个小偷，有吗？有人吗？我只看到金子啊，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人一执着起来，就是这股劲啊。比方说，你很在乎你孩子的成绩，哇，这种执着就会一直放大，最后呢，他熬夜了，身体不好了，你也体恤不到了，我们曾经都遇过啊，钢琴第一名。结果啊，得了名之后啊，那记者问他：“哇，你得这么大的奖啊，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啊？”他可能想说，小朋友说：“哎呀，我得奖了，让我爸爸带我去玩。”结果这个孩子说：“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把那个钢琴给砸了。”
他父母一直逼他嘛，练啊练啊，练到他已经厌恶了。虽然弹出来是第一名啊，但感觉不到他的心呢、啊。说实实在在话了，你假如问他的父母啊，他的父母说：“我的孩子很喜欢钢琴啊。”因为他执着了，看什么事情不客观了。哦，所以这个真正的功夫啊，哎，确实是啊，在一切境界当中练不分别、不执着。我们曾经也在因缘里面看到这个团体，哎，他最先做。某件事情，他就着在这个，哎，这个地区呀，我是老大，我先做的，啊，好像别人不够尊重他，他就生烦恼了，那是太冤枉了。那护持净土法门，你应该这一辈子去做佛的，怎么会产生这些执着呢？再来，都是打着老法师的旗号，处事待人都没照他老人家的做，老人家是什么？别人做了，我们就不做啦，随喜他功德就好啦。那个我先做的，那有人做了，让给他嘛。带动风气，不为先，不为师嘛。功成身退，天之道嘛。哎，老子就教我们进退之道啊。所以，我们看老人家也在进退呀、啊。他讲经讲了60多年，哎，现在联合国的因缘出现，其他弟子不一定能做啊，啊，不是不一定了，不可能做啊。在那样的因缘，那威德智慧，要达到才行啊。啊、哦，你看老人家在因缘当中也有他的取舍啊。那我们跟着老人家配合，老和尚说干啥的，我全干，那你也干不了。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哦，可不能喊着老人家让干的，哇，出现一个执着点了，干到团队都快累趴了，干到自己的家都不顾了。啊，然后还逼着家里人，老和尚让干的，你们家里人也听老和尚讲经，敢怒不敢言。哦，所以这个都不能执着啊，所以重点啊，不能执着啊，应无所住啊。刚刚说的，连言说相都不能执着。你看老法师说了，我跟大家交往啊，凭什么？是设法。跟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往来啊，是设法。哎，是设法布施。爱语啊，力行同事啊，我们看到爱语，产生了一个认知了，啊，好好的跟人家讲，哦，都是轻声细语啊，哎，我们觉得这样是爱语了，哎，产生一个执着了。那佛门还有怒目金刚呢，那怒目金刚对还是不对？你给他和言爱语，他知道，哎，这就是你的底线了，啊，他就越加放肆了，所以宽厚者，勿使人有所事啊，不能因为你自己宽厚，造成别人呢，利用你的宽厚，
那就变慈悲多祸害了。啊，都要循中道啊，很仁慈也不能仁慈出执着点哦，都要中道第一义，不能过，不能不起。啊，所以这个爱语啊。在《了凡四训》里面呢，讲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讲得很清楚啊。啊，因为一堆读书人去见中峰和尚跟中峰和尚说，打人骂人是恶，礼敬人赞叹人是善。啊，中峰云，未必然也。他礼敬人、赞叹人，是有他自私自利的目的，那就是恶了。他呵斥人、训斥人，他的心啊是为对方好，哎，还真的把对方给骂醒了，善呐。大家可不能听我这么一讲哦，可以训斥人了，这个话不能听一半了。训斥人之后，人家醒了，这个才是善哦。啊，训斥人之后跟人家结怨了，那这个是太攀缘了哦。啊，君子信而后见呢，他信任你，你才好劝他。未信则以为谤己也。我们看《论语》里面都是人情事理啊，你得条件具足才能做啊，不能攀援啊。他相信我就是一个必须存在的条件。哦，所以这个爱语可不能又着在这个自己领会的这个文字像而已哦。所以为什么要听经？有时候我们一文解义呀，那三世佛很冤枉啊，而且我们又觉得哎，自己看法没错，就有可能因为这个认知不对啊，学偏了啊，学传统话呢，很容易学成什么？乡愿，好好先生，谁都不得罪。谁都说是好人，但孔子不认同，学成这样哦。乡愿得之贼也哦。啊，左丘明此之，某亦此之哦。你看，假如学成乡愿呢，就没有包青天了。哎，包青天，外刚内柔。也是刚柔并济呀，你讲的有道理，包拯大人都能接受。你无理取闹，马上威武啊，你就不敢造次了。但是我们观察，学佛就是不能着相，哎，精进也不能着在精进的相。哎，每天念十几部经，这是手段，不是目的哦。啊，手段是把戒定慧修出来，啊，手段熟悉经典之后，落实在经教。不能变成念越多越精进，它就产生一个对于精进认知的执着了。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强调以调伏习气为精进，这个就是重实质了，不是重形式了。哇，我们看祖师这些法语啊。都是在破我们的执着。
所以这个爱语，老和尚说，你真正能利益对方，骂他也是爱语。这就怕我们又着在相上变成相怨了，那学不对了。啊，尤其大是大非面前，要站出来说话，不然哦，付出很多的人，还被人家批评，还把矛头都指向他，没有人出来说公道话。你说这个付出最多的人，接下来会怎样？不如归去啊。那付出那么多，最后还惹来那么多的毁谤、批评。这个时候你站出来了，他受到鼓舞了，你可能就让一个发心的人没有退心了。这是请佛助世啊。可是学成相愿了，那这些大是大非面前可能就不会站出来说话了，慢慢慢慢变成什么风气啊？少做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没错，那这个整个团体的风气假如变这样，那绝对不是很健康了。所以见义勇为啊，也是我们念佛人一定要修的哦。应该是有跟大家交流过吧？印光祖师有一段话啊，念佛之人啊，必须。世世长存忠恕，心心，我看大家的嘴巴都没动，这个不是你们的问题啊，因为我还没有讲21遍啊，我才讲第三遍还是第四遍而已啊，因为科学家证明啊，要讲21遍才记得住，心心提防过谦。知过必改，知善，见义必为。其实我们在团体里面呢，一定会出现那种混淆是非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能勇于站出来啊，这个才是见义勇为啊。不要去做那种放马后炮的。我当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那是马后炮了。事情都已经造成是这个样子了，你站出来讲完，缘还是没有办法修正过来，那你已经尽力了。我们不能变成，我觉得我对了，变成强势，变成强求，那也不对了。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那讲到啊，这个四摄法啊，这是佛传给我们的人际关系法啊。俗话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人际关系和谐呀，这个家、这个团体才能兴旺。所以《弟子规》说：“言于忍，忿自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啊，《弟子规》差不多1/3都是讲怎么言语。那信那是从头到尾都是讲言语，包含泛爱众。里面也是道人善即是善的，人知之欲失眠，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即有能勿自私啊，
你有这个能力啊，在很多时候啊，该可以劝人啊，你不辞劳苦的去护念大家，都是靠言语。所以孔门把言语啊排在第二科啊，还是很有道理呀。好，那我们老法师有针对言语有一段开示。好，那陈德祥啊，就是德行言语应当学啊，有发给大家吗？啊，现在再可以秀出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呢，看一下这段开示啊，五分钟啊，我们再回来。好，大家先看一下，我们再进一步啊，来探讨。我们看老人家这一篇教诲啊，《无量寿经》也是提到善护口业，不及他过。而且一个人积功累德啊，言语占了很大的比例。人家受委屈，我们能够帮人家申明。人家沮丧，我们能讲几句话，让他受到鼓舞，勇于去面对，包含他迷惑了，我们能让他醒觉过来，这个都是功德无量的事啊。好，那从这一段开示，我们也感觉言语的力量差异非常大。用对心，用不对心啊，整个家庭跟团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少说抱怨的话，多说宽容的话，抱怨带来记恨。这不，团体是这样哦，家庭也是一样。假如长辈很会抱怨，那铁定孩子你抱怨的那个人，他可能就恨了。再来，他一定也很会抱怨。父母啊，是原件呢，小孩是复印件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加拿大王伟杰老师的一句名言啊。我们现在写论文都要交代出处啊，我不能乱用。那多说宽容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家庭团体的氛围截然不同。小孩在抱怨的氛围，他身心不健康。我们也见到啊，读的都是名牌大学，甚至还读到硕博，可是很会抱怨，到现在三十几岁了，买个东西不欢喜了就告人家，每天忙很多这些事情，你说这个孩子能快乐吗？学历很高哦，
所以健康的人格啊，才是幸福的关键呢。那宽容乃是智慧啊，他的智慧展现在哪？不是只顾眼前发泄情绪啊，他能考虑的深，考虑的远呢。人生哪有哪件事都满你愿的，要学会宽容。而且宽容才能给孩子做表率。这都是智慧的展现的。少说讽刺的话，多说尊重的话。其实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受过三皈依了。皈依，实质哦，不是形式而已哦，是六祖大师教我们的皈依、觉、正、净，其实就是自爱呀、啊，随顺性德啊，皈依自性三皈。人的念头起了抱怨、讽刺了。就不是皈依自性了，是随顺习性了。所以张家大师做个比喻啊，三皈依就像你坐火车啊，上火车拿着火车票，到你到达目的地啊，这个火车票没有离开身体啊，哎，这个是皈依了。啊，假如这个火车票你丢了。啊，人家一检查，哎，检查票啊，没有，请下车。啊，我那就达不到目的地了。儒家中庸修学的理论，开头就告诉我们了：天命之谓性啊，率性之谓道啊。要随顺自性啊，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就跟这个火车票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不然就要下车了。所以真正自爱的人，我的念头跟觉正境不相应了，我要赶快转念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哇，那个要讲抱怨的话，心已经动了，身心都不舒服了，不能糟蹋自己的慧命啊！赶快转念了，那就转成尊重的话，不是讽刺的话了。讽刺就显得轻视别人了。要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啊。一切众生是我们过去父母，未来诸佛，这样就容易礼敬诸佛啊。那尊重增加了解啊，确实啊，当对方感觉到我们的尊重，他就很愿意跟我们交心了，然后就更深入的互相了解了。当然啊，人家把心里的话告诉你，家里的事都告诉你了，我们不能给人家讲出去哦。密室相与，不相发露。因为这些这么隐私的事情啊，他为什么还跟我们讲信任我们？可是呢，他又很苦闷呢，这些问题又没有人给他一些建议，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把一些秘密的事告诉我们，我们也要先感受到人家对我们的信任。信任背后是有一种责任在，有一种道义在。不然一讲出去了，哇，那可能人家就很上心了。甚至于人家在人群里面呢就很尴尬了，不能做这样的事哦。
少说伤害的话，多说关怀的话。大家去感受一下那个话出去的磁场，差别很大的。对自己身心，对整个家庭团体，受用，差别很大。伤害形成对立了。我们有时候观察那个青少年，跟他父母在的时候，哇，那个脸啊很凶啊，好像父母欠他很多啊。我看那个都有跟父母都有对立的情绪了。当然不是说一定都是父母错。但俗话又提醒我们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五伦之间会形成对立，一定都有错。你们可能听我这句话不是很认可，你们马上脑海里就浮现了哪一个关系都是他错啊。好，我们冷静去观察一下啊。好，父子关系，舜王全对，他父亲跟后母全错，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成为圣人，得为天子啊，这个得为圣人啊，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啊，宗庙享之啊，子孙保之啊，连他的后代子孙都被他庇荫了，你说他吃亏吗？啊，假如舜王当时候说，我没看没赢啊，对不起，我很久没有练习讲闽南话了啊，让我练习一下啊，解解乡愁啊，因为很多话用普通话讲不出那个味道出来，这个闽南话有押韵啊，没看没赢啊，这个味道就出来。所以老祖先的话很多，你一听啊，那个味道很浓啊。你没有经过人生阅历，有时候听起来啊，你还轻视这些话。那吃亏是福啊，肯吃亏的人心量扩大了，量大，福才会大。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成事在理呀，不在事。不是你，哇，你手上权位很大，我说了算，这样也不见得能成得了事，甚至会坏事。所以服人以诚，不以言。让别人心悦诚服啊，不是靠你言语压，把他压下去，让他没说话的机会啊。是你的真诚，让他感动。古人这些话都很有人生的哲理啊。那我们看到兄弟都不计较，让，最后把对方感动的痛哭流涕啊。夫妻也是啊，我们在佛门好像有一本书叫《欢喜菩萨》他先生外遇了他不跟他先生计较，还是对他先生很好，先是对另外那个错误的女人也很好最后啊，大家年纪都大了，他先生跟这个女人跪下来给他忏悔啊。哇，这个比看连续剧还圆满啊，一起念佛求生净土。人要看远啊，你计较，计较又能计较什么？带得走什么？什么都带不走啊，身体都带不走啊。一计较，
轮回星造轮回业，又得继续轮回，不要再干这个傻事了。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啊？别搞了。我小时候啊，很钝。啊，我记得我初一到图书馆去读书，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啊，因为我旁边坐了一个男同学，这男同学出去了，就一个女同学写了一句话："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我哎呦，这啥意思？看不懂啊，所以。不要太早熟，这个天真呢，保持得越久越好，哦，这个是古人强调的哈，后来才了解，所以佛门有一句话叫"所作已办呐，不受后有"啊，这一生不受后有，是不要再去投胎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叫春花，啊，有一天吃饭，他就坐我对面，啊，我看着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他看着我，不知道怎么接呀，我说："下一次人家这么跟你讲，你就告诉他，所作已办，不受后有。顺便提醒自己啊，不能再搞轮回了。"所以真的啊，一个巴掌拍不响啊，一个人全对了，最后就感动对方那可是他错得多啊，他错80%呢，我有错没错啊？我错20%呢，20%不也是错吗？干嘛这么计较呢？大家要冷静下来，观察事物发展的规律。你讲他的80%，他铁定讲你的20%错嘛？你讲你的20%错，他的良心被你的态度唤醒了。明明我错得多，只是我不承认而已啊！哎，你还讲你自己错啊？没有没有没有，对不起，对我也有错了啊，交感了。所以这个人一转念呢。世界就不一样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现在还有过不去的，想着想着的一些人事境缘呢，会想到睡不着觉的，别跟自己过不去了。佛法讲啊，放下便是啊。极乐世界在哪？能放得下便是了。能放得下，能接受老法师的教导啊，那就可以过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了。我看大家的表情好像不是很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哦，愿意了哦，好，哦，所以，哎，我们看事物的发展呢，你讲伤害就形成对立了，关怀获得友谊呀，而且那个风气就会互相照顾了，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命令的话。心就比较坚硬了，没有条柔了，跟菩萨行不相应了。那命令只是接受，那个接受也是敢怒不敢言了。但是商量才是领导，这是领导的智慧啊！因为肯商量啊，大家就放宽心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集思广益进来，
这个决策下的考虑的方方面面，大家都欢喜啊。能够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个团体蒸蒸日上啊。好，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那批评造成隔阂了，鼓励啊，激发潜能。其实这些话在五伦关系啊，每天都在发生哦。我们面对学生也是一样啊。我们不抱怨，我们宽容；我们不讽刺，我们尊重他。我们不是讲伤害的话，讲关怀的话；不讲命令的话，讲商量的话；不讲批评的话，讲鼓励的话。这一念转变呢，整个教室的磁场都不一样了。应该前几次有讲到那个事例吧？他的朋友欠他钱。结果有了还不还他，他非常生气啊，拿着刀啊，要去找他算账了。后来一看到他的老父老母，看到还有小孩在玩耍，心软了，算了算了，就回来了。结果他这个一来一回啊，经过一个修道人住的地方，就跑出来跟他说了。哎，你刚刚是去做什么事啊？他就叙述了一下。这个道人说了：哇，你刚刚从我这里走过去的时候啊，旁边都是恶鬼罗刹啊。哎，但是你走回来的时候，哇，千祥云集啊，好多天神在你身边呢。哎，念头。所以医报随着正报转了。正报就是我们的念头了，念头对了，班级、家庭、团体都会开始变。那老法师教言语啊，教得很仔细啊，老人家还教我们现代生活实则啊，怎么生活处事啊。这个也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他讲话就很简单，但是让人很有启发。老人家说，嘴巴甜一点，脑筋活一点，这没有苛刻要求我们了，一点一点转变啊，行动快一点。效率高一点，做事多一点，理由少一点，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说话轻一点，微笑露一点。这个老人家一点都不苛刻，慈悲啊。那我们看这个生活实则啊，我们刚刚讲要不能着言说相啊，嘴巴甜一点啊，我们就把这个甜哦都是说好话了。心是根本啊，怎么嘴巴甜一点？首先把自私自利都要放下，没有什么目的啊。不然那个甜一点，让人家一听鸡皮疙瘩掉一地了，变谄媚了，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面了。你们应该有遇过那个，一跟你讲好话，你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有没有？那他心用错了。这个甜一点呢，是心里面都能看到别人的优点，看到别人的付出，这是普贤行啊，礼敬称赞如来啊。
啊，那自然很，一跟人家交流，首先就会肯定人家的付出了。哇，你那个茶泡得很好喝啊，你都放在心上啊。哦，你那个煎饼做得很好啊。哦，好。哎，脑筋活一点，就是不要死板。但是脑筋不能快到人家跟不上啊。哦，人家有不理解的，要适时要解释一下啊。啊，不然你前面的结义啊，已经变了。你赚得很快了，人家还不理解，那就跟你配合工作就搞不清楚状况了啊。所以只要是团队合作啊，还要有一个很敏锐的心，能够去感受到别人的状态啊，适时的提醒，不然会造成误会。适时的要说明情况，啊，行动快一点，啊，这也是提醒我们不要拖拖拉拉的。哦，这个拖拉呢，啊，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个要重点对治的习气。所以下联居老居士说，闲时要忙，不然一放松啊，就拖拉了。啊，忙时要闲，这个是比较时间紧迫了，但是心不能紧张起来，不然会事务忙，忙多错，都是立事练心啊。啊，所以祖宗说，缓事宜急干。敏则有功，急事宜缓办，忙则多错。随时要调整好这颗心啊，不能被烦恼习气做主了，还是要用真心哦。所以这个生活实则都是用真心哦，效率高一点。不能因为自己太慢了，影响事情，甚至影响他人，不忍心，给人不好的影响，做事多一点，不要计较。说实在的，多做多福气呀，尤其呀，不计较。就是放下自私自利的过程，不只修了福报啊，修了智慧，我执越淡，烦恼就越轻，智慧就越长。哎，人家给我福慧双修的机会，哎，欢喜接受，理由少一点，理由。多了，自己就看不到问题了，甚至于会把错误推给别人，那这个造的业就更大了，所以修行，越修越简单了，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位，出家的高僧，成就很高啊，他涂皮的时候啊。那舍利子成百上千呢，他是上圆下音法师啊，他自己在精进的时候，写了一段话，我们净宗学会都有流通啊，莲池景册啊，真的要往生到莲池海会啊，哪一些教诲啊？要记住啊，它里面都写的，黄念祖老居士说，李炳南老居士说，偶益大师说什么，也在表演给我们看，
述而不作。他说越学越简单呢，简单到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越学越谦虚。谦虚到什么程度？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代表他把印光祖师这句话放在心上了。而且这句话很重要啊，有这个心境，就是善财童子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了，那只有他自己是学生呢。善财童子表的就是当生成佛，哎，越学越简单，越学越谦虚。那这法语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学错了哦。啊，越学越惭愧，啊，惭愧到好事与他人，啊，这个事做成了，啊，都是他们的功劳，让功于众。啊，出现问题了，哎呀，是我不好，啊，把责任揽身上来，啊，坏事向自己呀，讲越学越惭愧啊，哦，所以这个理由啊少一点了，不能把错推给别人了，哦，那度量大一点，啊，因为我们是跟阿弥陀佛学呀。首先学他老人家的心量他的心量就是一切皆成佛啊，誓愿若克国，大千应感动啊，这就是他的心呢。他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他怎么可能不能包容哪个众生呢？哦，那我们每天念无量寿经啊。要把一切皆成佛啊，念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了。啊，每天念回向偈啊，也要念到心里面呢。上报四重恩呢，下济三途苦啊。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希望一切众生都发菩提心。啊，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希望跟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国。啊，诸位同修啊，我们不会再念这一句话了吗？同生极乐国，某某人例外，不会这样吧？哎，这每一句都要念到心里面去啊！这个佛法没有别的，教我们扩观心量啊。啊，这度量大一点，脾气小一点。火烧功德林哦，老和尚知道，啊，我们积累功德不容易啊，非要一把火把它烧了。啊，然后说话轻一点，啊，和颜爱语啊，劝喻策进啊，啊，现在人都比较敏感，比较脆弱。你话讲太重了，他就误会你了。好啊，微笑露一点。啊，所以佛门说面上无嗔，供养具足啊。啊，你都没有笑，就看起来像笑了，哇，那你随时在供养别人了。啊，所以大家不经意的时候啊，观察一下啊，照照镜子，啊，把自己的表情定格一下。然后去照一下镜子，然后一看，哎呦，吓一跳，那以后不能用这种表情对别人，我们有研究面相学的同修啊，他不笑的时候啊，要提醒自己往上，往上举一点。哎，人有时候刻意往上啊。这个看起来是在调身体啊，调身也是调心呢、还会提醒自己，哎呦，不要太酷了，哦，
要带点笑容啊。好，所以这个面上无嗔供养具啊，口里无嗔出妙香啊。哎，这个心里无嗔讲出来都是柔软语啊，安慰语啊，啊，都是给人正向的影响啊。这是现代生活实则。所以我们布施、爱语，啊，其实这个生活实则里面呢，布施包括在里面呢，啊，做事多一点嘛，好，哎，力行，啊，是利益他的好事，啊，叫成人之美啊。这都是力行，哎，人，比方说我有教学经验、教学资料，哎，面对新进的同事，哎，我们很欢喜供养他，包含我们修行，哎，我们走过的路，总结总结，哎，可以利益啊，刚进来的人。所以那个十八罗汉有一个叫看门罗汉呢，就是人家一进道场啊，首先看到他看门罗汉呢。我们说第一印象啊，进入这个道场一看到哇，很庄严，面带笑容，他就生欢喜了。所以我们。有机会做看门罗汉，那就可以把比方说建立正知正见，认识佛教，就可以把这个书啊介绍给对方你自己又很用功，又侃侃而谈，哇，他可能一开始方向就对了，你就功德无量了。好，所以这个有一次陈德刚好跟我们悟行法师在聊，说这个看门罗汉呢很有意义聊完呢，悟行法师说：“那你来做看门罗汉吧。”哦，这个感谢悟行法师的信任。当时我还不到30岁啊，那时候应该是29岁吧，福报不够啊，当不了看门罗汉。好所以我们还是安住当下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个是力行再来同事跟着他一起做。这个难度更高哦，所以我们看顺在雷泽他跟当地百姓一起做事他没有去要求别人，他自己身体力行去礼让去谦让最后这个地区都被他带动了但是这个同事的前提功夫要够啊。和光同尘结果最后呢被众生给渡走了这个也要渡得量力所以一开始修行佛门说阿难若什么是阿难若呢？就是连牛叫声都听不到的地方，比较清净的。自己先能静下心好好正知正见建立好然后有机会了出去锻炼
都是要理智来面对境界不然自己基础还不够没关系，大隐隐于市。好，我现在就到菜市场去练定。你看那个53餐，里面玉香长者，人家在菜市场练禅定，那人家是那个境界你不能学相学什么还得要客观看看，所以学什么都不能产生执着。所以度得量力，审事责人，现在的形势不能违背国家法令不犯国制不谤国主，不做国贼，不漏国税，这也是老法师讲经常常讲到的，这个是审时度势。哎，这样还不够哎，缘都成熟了，择人也把人用对不然一个很好的因缘哇，搞砸了，用错人了。知人善任，一个班级班主任选对了，这个班级安定了。一个部门领导选对了，这个部门安定了，人存正局用错人了，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可能每天人事纷争少不了了。所以我们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这个君里面，知人善任是重点。那我们在学校服务一个班级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诸位老师我们要不要学《论语》半部《论语》治天下，我现在又不搞政治，但是你带领一个班级呢，也是个小社会呢。好，那大家不要说哦，《论语》那是最后的课程嘛，四书选讲诸位老师承德有没有跟你们交流过《论语》了？有没有？好像我们每一堂课没，好像没有一堂没有讲到《论语》吧？哦，大家可不能执着。这个承德法师都还没讲四书，哦，都还没有讲三根，《弟子规》还没讲。哦，我今天《弟子规》讲好几句了呢。言于人，忿自明这个己有人，勿自私都讲了不少句了。所以这个其实都是相通相融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当中的。所以面对境界，度得量力，审事责人，这个就是学佛。你没有糊里糊涂的去处理事所以老法师很清楚我做团结宗教，好，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老法师做事从来不考虑要多少钱我跟他老人家办事十几年了，我还没看过他老人家，研究一下，研究一下，要多少钱我没见过。后来看到孟子讲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志轻弃判之
他都是用这个伤害的言语啊，讽刺的言语啊，批评的言语啊，哦，那连亲戚都不跟他配合了。但是多助之志啊，天下顺之啊。啊，我们现在在台湾做一条龙，啊，依照老法师教诲做。啊，我跟大家保证，全世界的支持力都会过来。这不是我讲的，孟子讲的。啊，你现在，哎，欧洲要做，北美要做，啊，东南亚哪里要做？啊，真正依照老法师理念做，得到的帮助啊，不可思议。所以老人家很相信这一点，他不会担心未来啊。哎，只问我现在这个念头啊，跟经教相不相应？好，好，哦，那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后面啊。啊，因为前面跟大家交流过了，哎，老人家就是真心应对一切境界哦，哎，许许多多问题，啊，是问的人一问呢，随口就答出来，不问不知道，啊，大家可不要，就哦，老和尚不知道，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清净心呢，啊，不能解脱了啊。般若无知啊，这清净心呢，啊？哎，人家一问，原来了，无所不知啊。所以无知跟无所不知是一，不是二，这个叫不二法门呢，啊。啊，你去看一个人啊，这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我跟你打包票，他一定有所不知。因为他有知啊，他就有所不知。好，哦，所以老法师说，哎，这种能力啊，佛菩萨加持啊。这句话我们学到什么？从来不居功啊，这一点就不容易哦。这都是老人家处世的心境啊！我们有没有曾经感觉到委屈啊？一有委屈啊，就是有鞠躬了啊！遇到境界了，哦，拜托一下，我做了那么多哎，你怎么还批评我？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烦恼就来了，不鞠躬，通通是佛菩萨加持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心地清净了，一付出放在心上，心不清净了，不清净会干什么？等着人家肯定，等着人家赞叹，哦，所以像我们讲课的人，假如生执着了，一讲完课，就在那里等着，赶快来赞叹吧，赶快来赞叹吧，怎么还没来啊？还没来。后来人家不讲，还很生气，你这麻烦了。那就在讲课当中堕落掉了，把自己给卖了，清净心没了。哦，我们看老和尚说，没学过啊，没人教过啊。哦，佛菩萨保佑是真的，啊。哇，我们看到这里了。啊，老和尚不是说他跟着老李炳南老师学了10年吗？没学过，没人教过。哇，没学过啊，叫学而无学呀，啊。没人教过，啊。是教的人教而无教啊。
哦，所以这句话境界很高啊。一个是学而无学呀、啊，哎，我们一学了，哦，死记在那里。哎，老师，你上次是这样讲的，你怎么变了？啊，跟老师抬杠了。啊，所以为什么李炳南老师说，啊，三个条件啊，你以前所学一概不承认，不然又在那抬杠了。学而无学就什么？完全领会了。哎，心上没东西，不是死记硬背。哎，但是论到哪了，情境到哪了，哎，这个教诲浮起来了，自然应对了。哎，那学而有学啊，就着在那个学了；学而无学啊。哎，教而无教啊，啊，不然我们教而有教，哦，我跟你讲几次啊，就教而有教了，啊，我跟你讲几次了，火就上来了，那这不是教而无教了，啊，所以佛门这个很有意境啊，啊，般若无知啊。实相无相，亦无不相。好，那我们头就有点晕了。那到底是相还是不相？无相是从体上说的，你心地清净嘛。啊，相是它呈现出来的一现象境缘，可是它呈现的时候，它的心还是清净的。所以无相跟相是一，不是二。哎，教得很认真，心是清净的。啊，这个就是佛门常说用真心，真心像镜子。啊，缘来了，照得清清楚楚，很认真呢、啊。缘走了，心清净，而且不是缘走了才清净。在缘当下也是清净，哎，这个很有味道啊！大家慢慢去体会以一种无求的心去做事情啊，哇，你会很有灵感的，啊，甚至讲起课来头头是道啊，有心插花花不发。啊，备课备到半夜一点，结果隔天头昏脑胀。啊，不备了啊，隔天去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讲得很顺畅。好，我讲完了。啊，你们不要，隔天又说了，蔡老师说啊，不是，陈德法师说啊，不用备课，啊，我什么都没说啊。要备而无备，无备而备。备啊，很认真啊，但是不执着。不然你备而有备，一去上课就要昨天备的要往上套了。那孩子又不是机器人啊，他讲什么话你都事先都能算得到，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实相般若啊，就在哪？就在我们用真心的时候啊，就在每个境缘啊，能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啊，无住跟身心啊，不是二啊，也是一呀。无住是清净，身心是清净起作用啊，慈悲他人呢。哦，那接着，老人家讲啊，洪明做成功了，啊，了不起的一桩大事情啊！啊，我们心里头想了一辈子，想到了，哎，大家感受到老人家的喜悦没有啊？别人做成了，他好高兴啊！心里头想了一辈子。
老人家把苍生呢放在心上一辈子啊，自己小时候失学了，希望大家都能读圣贤书啊。再来呢，希望这个学校普及全世界啊，不是只有华人啊，有好的教学方法才能出人才啊。希望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真正的栋梁人才。啊，老人家看到现在教学只是重知识技能，都是死记硬背啊，很痛心呐、啊。讲经的时候说，不要把孩子教成浆糊啦，一节课都还没定下心来，又换另外一节了。这学的脑子都有点胀了。诸位大德同修啊，你们以前学的时候头脑胀不胀啊？哦，我觉得挺胀的嘞。当时候念初中啊，哎呦，胃炎呐，有时候一天考试3科、4科、5科都有啊，压力很大的。哎。那个最黄金的那些岁月，现在记得什么？哎，也想不起来所以轻重缓急呀，啊，哪怕还是在体制内，也要自己拿捏轻重缓急呀，啊，要懂得变通啊。不然你实验就做不成了。说实实在在话，政府在乎的是什么？你不能把孩子耽搁了，最重要是你有教他。你不要死在一些死的规定上啊，要把它用活了，不然你就自己绑自己啦。绑到最后，你实验没出来，你要再去告诉别人传统文化很好啊，人家也不相信啊。你可以再去解释吗？哦，我因为这一条、那一条、这一条限制，所以我怎么样？那人家也不听这一些了。要运用灵活的智慧，掌握原理原则，啊，把拥有的空间呢，发挥到最大。因为毕竟我们是十方在支持啊，呈现效果，给了人信心呢，这个就是功德无量了。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啊！他不相信了，他就不肯学了。所以老法师也给我们表演了，他老人家一生都在做实验。学释迦牟尼佛走得通啊，他老人家做到了，不然后面跟着他老人家弘法，心里没底了。啊，伦理道德几千年了，还能不能用啊？做实验，离婚率、犯罪率快速下降，成功了。啊，承德在发，啊，现在在大陆。有一位退休的官员，非常非常难得。他深入，我看他护持的地方可不少啊，监狱系统啊，他念了好几个系统，他对他们的情况都很了解，真的是退而不休啊！这"退休"这个词也是外来语啊，我们。老祖宗留的4个字叫"告老还乡”，好像没有讲退休啊。哎，那还乡干什么啊？教书啊，不然还乡，你一辈子的智慧、德、学问还有阅历，你把它埋到黄土去，那不就罪过罪过了吗？所以教学呀，是福报啊。
我们一辈子都在教学相长中啊，越活越有价值啊！哦，我差点就讲越活越值钱，觉得这两个字不是很好啊，忍住了啊。哎，啊，这个值钱，这个钱是指西方财，哦，能帮助人家积功累德。所以我也不要执着，啊，自己觉得哎呀，讲钱太俗气了，我也有执着点，我们这个钱是西方财，这一段话，我们有没有放心上啊？希望普及到全世界啊，以师智为己智啊。我现在的实验好好做啊！我是要供养全世界的。哎，我们现在看到啊，一些教学点，有加拿大去给他们取经了，有美国去给他们取经了，不少地方去给他们取经了，因为教出来效果很好啊，孩子整个心静下来了。3天，大学背起来，还可以默写。12、13岁的孩子，《中庸》7天背起来。啊，我当时候听完了，我马上想到老法师的一段话。老法师说现在的人不如古人聪明。我不相信啊！我在听到这个结果啊，这段话就浮起来了。真的，我们没有不如古人哦。但问题是，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缘分？我们自己做实验呢，自己其实说实在的。也没那么有底呀，啊，当时候老人家办学在故乡，啊，我们在跟老人家请教的时候，老人家意思也是，做个2、3年看看有没有效果啊，那没想到3个月效果出来了，我们信心也是随着做实验增长的。人真的是可以教的好的，人之初，性本善呢。哦，所以老人家说了，这个最优秀的，啊，懂得伦理道德、因果报应这样的人才出现了，才能拯救国家，才能拯救世界。这个话很深呢，有官员呢，官员是福报啊，他有了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的观念呢，他就造福一方了。但是家他假如是高官，他不懂伦理道德因果报应，那就麻烦了。这个国家地区就要遭殃了，所以得要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拯救国家世界。现在全世界不乏官员了，可是好像每个国家现在的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啊。这个根源就是教育偏失了，没有重德啊。就不能怪这些犯错的人了，风气错了。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了很高的官，哇，小学老师都站出来在那，哇，你看我的学生呢？可是这个高官出问题了，他的小学老师都没有出来道歉呢。要都是喜欢名利，真正出事的都没有良心站出来检讨。
我们看，哇，当那么高的官，哇，这个老师很成功，话都不能讲太早啊。现在五欲六尘的挑战呢，比起100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啊。古人从小从胎教就学，有时候都顶不过这个五欲六尘。现在拥有权力、拥有高位的人，只要伦理道德、因果根基不牢，很可怜的啊，造的都是三恶道的业呀。人一生的福报太短了，一下就过去了。三途一堕，5000劫呀，这不是开玩笑的，祸福相依呀。哦，老人家说了，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有缘才做啊，也不攀缘了。我也不晓得供养这么多，多我们就晓得了。我们任务多啊，用在哪里呀？全部是教学为先，都用在教学，把人教好了，问题全部解决了，功德无量无边。哎，我们有没有感受到？哎，老人家用钱。他也不是死板的。印光祖师当时候最重要的做哪一件事？印经典。那我们现在我们是印祖的弟子啊，那老法师是印祖的徒孙呢。那他现在要不要学？我就学印祖，只干印经的事。老人家确实做了。啊，老人家出家以后啊，印法宝最多，全世界都是啊，欢喜免费供养法宝。光是大藏经超过1万套啊，四库全书112套，四库会要330多套，但老人家。他心安了，安什么？不可能断了。我们文化的经典不会因为一次大灾难没了，没这个担心了。但是老人家是好人做到底呀。假如没有人能把他深入学清楚，进而把他讲清楚，供养给世人，甚至于能够用外国语言介绍给全世界，那他只是废纸啊。好啊，那要培养弘法人才。弘法人才怎么培养？没有15年不够啊。10年树木，100年树人呐。所以这简单一句话，全部用在教学，那都是对整个世界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很清楚啊。啊，上天给我们的钱要会用，不会用，他不给我。那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啊，现在知道这个用法，用在教学上啊，绝对正确。帮助自己的宗教，帮助别人的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我跟他们关系为什么那么好啊？最主要的财布施，哎，你有困难，我拿钱帮助你，他们感恩呢，他要照我们走这个路子，上帝也会给他钱的。他也能做得成功，所以我们走的这条路啊，成佛之道，太幸运了。
这一生遇到成佛之道啊，而且是啊，就近又很方便啊，持名念佛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所有善根、心性回向啊，我们不求世间的福报，我们要脱离轮回。好，哎，我怎么看大家的眼神不是很愿意脱离轮回的样子呢？啊，我们今天要共同发起，所做一半，不受后有。啊，要下这个决心啊。好，然后我们就教而无教，无教而教，保持清净心。好，好，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